亲爱弟兄姐妹，何等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亲近神的一个的祷告会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敞开心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渴慕他，我们的神必要大大的充满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愿意让我们的心得满足的神。当我们的心有健康的一个心，我们就能够言语思想行事为人健康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所有一切烦恼重担都卸下，安排好时间，这样的来亲近他，常常跟我们的阿爸父说，我在这里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就诗歌来告诉神，我的心切切渴慕你，哈利路亚。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近。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让我们再次深深来渴慕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心切切渴慕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亲。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来告诉神，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思念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我要永远，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。好不好，我们灵歌来唱，沙啦巴啦巴啦，沙啦巴啦啦，我灵需要你，我们渴慕你，啊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西格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灵何等需要你。渴慕你，在干旱，干旱
发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言更多你将起。好吧，我们做这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向玛利亚来到你跟前，我们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献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你。求你在这时候大大的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得着那种的从你来的满足、喜乐、平安，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动就不一样。主啊，每早晨我们就像亲近你，我们不再说我们很忙，我们不再任何理由和借口说我们不能够给你时间。帮助我们，帮助所有你的儿女们，这样来认识你、亲近你，这是最上好的福分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渴慕我们的神，要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从他来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神，我们一生年日都在他手中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和到第六和第七节说到，我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何等奇妙，当我们接受主那一天，我们里面有着圣灵，神的灵也已经把这个儿子的灵就这样的在我们里面，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，我们可以叫他阿爸父。所以我们的心灵是这样的肯定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当我们这样的亲近他，我们这样的呼求他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很单纯的孩子，当我们求鱼他就给我们鱼，他不会给你蛇，你就很肯定他跟你的关系，你也很肯定你的祷告他必垂听。阿们。所以让我们常常说我在这里。圣经里面这个撒母耳少年人，当他还没有真正做先知之前，他先学会听神的声音。主要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第四和第十节说到，撒母耳听见神呼唤他什么，这边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在第十节讲到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在这里，原来就是说我要听你的，我的主啊，我的神啊，我要专心领受你的话，我要专心的来听你的，我愿意跟随你，顺服你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，一个懂得听神的声音的人，懂得回应他的人，我们绝对能够走在上帝最美好的丰盛的人生。所以今天每天早晨我们要像诗篇在五篇第三节和第七节说到，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阿们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提供出来，说主啊我在这里，每天早晨说主啊我在这里，我要来领受你的话，你就好好的灵修读圣经，默想神的话，亲近他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奏诗歌来告诉神，是的，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有很多要忙的事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的一切将使我们每一天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蒙福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是的，主，我们一首诗歌来告诉你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是要切切的渴慕你。哈利路亚。我在这里，深切寻求你，每个清晨夜晚
不住地寻求，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，亲爱主耶稣，渴望欢迎你降临。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，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，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，亲爱主耶稣，渴望欢迎你降临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是耶稣啊，这么美好的歌，我们再告诉你，我们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开口，不要再说我们很忙，不要再说我们有许多借口，我们自己的先来告诉神，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就是渴慕你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这样的来专心在你面前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渴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渴望这样的来亲近你，因为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，唯有你能够充满我们，唯有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在这里需要拉巴拉巴拉巴沙奈，好不好？为你自己来祷告。我们本身就是这样的，神要大大的这样的来充满你，触摸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你。让我们的心不再疲惫，不再干渴。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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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我们单单渴慕你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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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耶稣啊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渴慕你，渴慕你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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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我们的心啊，就是这样的来亲近你。哈利路亚。我们需要你，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哈里呀啦啦，是的，主我们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
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所以我们宣告，我们要回应神的话，就说我们来祷告，回应神的爱，就是我们成为神儿女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主啊，我们要回应你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拉巴拉巴山奈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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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。哦，主啊，恢复我们更多爱你的心，恢复我们更多感恩你的心，恢复我们更多因你而欢喜。哦，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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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，耶卡拉拉拉拉拉拉拉巴山奈，耶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。哦，耶稣啊，我们回应你的爱，我们感谢你。哦，我们也把生命再次献上，把我们的生命交托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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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大能大力领导我们。好吧，这说明为这么许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许多的家人来祷告，他们可能已经有冷淡的，已经失去了那种起初的爱。让这种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让每一个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要回应神的爱，都要再一次的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像这个浪子他醒悟了，他回到爸爸面前一样。主啊，再次恢复我们每一个家人弟兄姐妹，哦，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家人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应你，回应你，回应你，再次来渴慕你，再次来回转。一个啦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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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，哦，恢复每个人对你的火热，恢复每个人对你单纯的爱和依靠。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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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哦，圣灵啊，谢谢你！我们宣告每个家人，每个子女家人，再次要来回应你的爱，再次像浪子一样转向你，火热的来追求你。哈利路亚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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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奈，西格拉巴拉巴拉巴，西格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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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哦，我宣告你打开每个人属灵耳朵，要来听见你的声音，要来听见你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你主。好不好跟我这样来宣告，亲爱的爸天父，我们宣告我们每个家人，主内的家人，你都打开我们的属灵耳朵，要来听见你的声音，回应你的爱，回应你的作为，让我们的心都不再冷淡倒退。感谢你，让每个心都这样的来跟随你，回应你的爱，更加的来渴慕你，被你大大的使用，被你大大的赐福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宣告每个家人弟兄姐妹要说，我在这里，神啊，你就这样的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在每个人生命做奇妙的工作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在宣告，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欢喜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主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。好吧，这说明
继续为我们国家也来祷告，哦，为着我们每个国家的众教会，哦，我们宣告你的众儿女在每个国家教会啊，都要来回应神的爱，都要再次的做恢复了起初的爱，一直要大大的被神来充满使用。主啊，我们把每个国家的教会，把我们国家的众教会，把万国民众教会交托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。希卡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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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耶卡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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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耶卡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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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神的教会，回应神的爱，回应神的爱，古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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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啊，神的教会要听见神的话，听见神的呼唤，耶卡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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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神的教会要兴起。回应神的话，说我在这里，像以赛亚也说我在这里，主啊差遣我们。主啊，你的教会也说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，我们在这里，主啊求你充满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求你兴起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宣告万国的教会要兴起，兴起啊！要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耶稣，我们的眼目在你身上，我们心意在你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拉巴拉巴。耶稣，我们宣告教会要来回应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什么宣告？教会就是要说我在这里。哦，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像以赛亚一样听见你的声音说我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宣告教会说我在这里，教会说我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也是神的教会，神儿女，你来告诉他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最重要就是也愿意回应他的大使命。哦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再次来告诉神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是的，耶稣，你说的庄稼多，工人没有，所以你说我们要求打发工人，主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就告诉主，我愿意被差派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跟我这样说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愿意，愿意说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，在我的家人当中，在我的朋友当中，在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当中，亲人当中，我每天所接触的，甚至透过网络，让我能够愿意被你来差遣。我在说我在这里，谢谢你，你赐福我，不要让我能够祝福更多人，你装备我，不要让我更多的去成为别人的造就，能够起死万名做门徒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宣告我们就是愿意成为那个委身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感谢你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拿起你手中的祷告卡，我们也委身不住的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祷告。在还没祷告之前，牧师讲一个见证。感谢主，当我不住的为这其中的我的两个家人来祷告，就是我的二姐还有她的儿子来祷告。在过去的这几天，感谢主，他们两位终于和好。我的姐姐因为生气这个儿子，已经六个月不见他，把他放到家乡的住所，不想看他，也很生气跟我说不要给他回家。当然他儿子也有做错，所以在这提名祷告当中，我常常这样提名他们。感谢主，他们在过去几天，我的姐姐
没有拒绝这个儿子回家了，给他回在家里跟他一起住，而且这个儿子变乖了，他说我不会再惹我妈妈生气了，我不会再伤害我妈妈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看来很难的事，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神，我们付上一些代价来祷告，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阿们。所以这是我们为着你要提名的家人朋友祷告，不管他是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，神都要成就奇妙的事。好，我们再次自己啊，你知道自己要为谁祷告，你自己开口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要祷告的这两个人带到你面前，好不好？自己来告诉神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感谢你，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哦，西嘎拉巴拉巴山奈，主啊，求你触摸他们的生命。他们若偏离的，不认识你的，求你带领他们回到你的旨意，因为他们也是你所创造的，他们的生命需要你。阿巴父啊，求你的大爱临到他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口，借着我们的生命，能够鼓励造就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我们奉耶稣之名宣告，在今年他们要来归向你，跟随你，走在你美好的计划。若是在关系上有任何问题呢，你恢复，有疾病的领受着医治，有任何瑕疵捆绑的，主啊，求你释放他们。谢谢耶稣，救恩领导他们，祝福领导他们，听我们祷告。我们再一次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时间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最爱的主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再次告诉神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可能说我没有空，我没有时间。但是今天这首歌非常特别，提醒我们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的神就在你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，所以我们应该说我在这里，因为时时刻刻他都要跟你说话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再宣告多一次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我们唱，我们回应你的话，阿们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话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再宣告多一次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话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最后一次回应神的爱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爱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使我们宣告，我们每个人天天说我在这里，回应你的话，回应你的爱，把最好的时间给耶稣，因为是上好的福分。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智慧来分别为圣，这个时间来到神的跟前，得着最美好的祝福。尤其是早晨的开始，当我们还没有忙碌工作、读书、做家务之前，让我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回应神的爱，领受神的话语，以致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丰盛，每一天都是得胜的，每一天都是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人。神迹奇事随伴着我们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赐福弟兄姐妹凡事兴盛，身体强壮，正如灵魂兴盛一样。
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宣告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不好，常常跟神说我在这里，还有跟你的家人说我也在这里，彼此对说我在这里。愿神赐福你。